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这里是迷你世界。今天呢，我在翻评论区的时候啊，我点开了一位小粉丝的评论，我发现呢，这位小粉丝呀，他送给了我三个激活码。这位小粉丝呢说，哥哥，我要送你三个激活码，也感谢这位小粉丝送给我激活码呀。我上一次呢，收到了三个激活码，激活了以后，全部都是已使用到的。那今天呢，希望这三个激活码都是可以使用的，不要是无效的。我们现在就去试试，看到底可以开出哪些东西。其实呢，我也是，这算是第二次开小粉丝送给我的第一活码，我们不知道可以开到什么呀，我也是非常的期待，毕竟我没有开过激活码呀。我们今天来试试，看看小粉丝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。我们来激活第一个。哇哦，居然是小白象的碎片乘15个。哇哦，这种激活码太惊喜了吧。我们再来试试第二个激活码，也非常感谢这位小粉丝提供激活码。我们再来试试第二个可以开到什么，我真的好期待啊，它到底是什么呢？我感觉呢，这个激活码其实好多东西它都是随机的。哇，惊喜礼包，其实惊喜礼包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再来试试第三个激活码，这第三个激活码就是最后一个了，我们看看可以开到什么。哇，甜心玛丽一天，不错不错，可以体验一下。对了，小伙伴们，如果说你喜欢看我的游戏解说类视频的话，记得点个关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。